好啦，欢迎继续大家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啦，都系 PCS 啊，咁啊第二场嘅比赛嚟啦，咁啊啱啱咧 DCG 打 IMP 啊，咁啊 DCG 就叫做顺利赢咗啦，咁但系中间咧都有啲乱流嘅，即系包括就系 IMP 啦，啊啱啱啊 Apex 仔咧，闪落去巴龙池啦，咁样一下用个 Q 技咁样偷咗个巴龙啦，令到就有少令人担心 DCG 会唔会输咧，咁但系之后啊，第二场啦嚟到啦就系 MFT 对上 DFT 两队啦，都系一个下段班嘅队伍啊，咁但系咧 DFT 琴日打 FAK 嘅比赛咧，可以话系由头都带到落尾嘅，即系包括喺个 backpack 上面嘅灵活程度啦，即系乃至到去到成个游戏内容啦，一啲小组配合上面咧，其实都系打得相当之好啊。冇错，寻日DWT 佢哋啦，见到 Show Two 佢系船长啦，非常之亮眼啦。跟住 WSL 似乎用伊利斯呢啲比较强势啲入野嘅角色，揾翻佢个风格出嚟。因为其实佢以往咧就系、是、佢会好想尝试入野区，但系喺今季咧，你见到波比出咗嚟之后，佢个风格好似冇咗出嚟。佢成日对付波比啊呢一队我哋称为工具人嘅打野啦，令到佢冇办法话好强势咁做到一啲嘅野区入侵啊，又或者系影响到对手嘅节奏啊呢一啲咁样嘅情况下咧，佢就变咗好冇特色，然之后经常都俾队伍捉到啊咁样。咁但系佢寻日逆版本拣啦，直接拣下咗伊利斯，似乎就好似揾翻晒佢嘅风格，成个人醒咗一样。佢要做嘅嘢反野又好，尝试喺对面近对面塔位夹硬 dive 入去呢一啲，佢都做到出嚟，咁啊睇下佢会唔会再有啲咁样嘅表现啊！好啦，咁啊镜头嚟到 MFT 啊，上到 Taco 啦 ，Jungle 六六五啦，中个阿康仔啦，咁下路小鲸鱼 Isu 啦，咁亦都系佢哋最近嘅一个即系嘅正选啦，常规嘅手法系啦，常规嘅手法啦。咁另外教练阿 D 啊，咁点解我会特别提一提咧？因为就系佢上季春季系用风哥嘅。今季阿 D 咧，其實就提過多次，就係佢哋喺個 backpack 上面，我覺得係個路線上係穩定咗嘅，係啦，即係明顯清晰咗。咁但係就 MFT 最令人擔心就係中路換咗，即係由阿文換咗做阿康啦。其實就分別唔係好大，即係尤其是就係已經玩過兩場沙皇啦。但係其實實際上佢嘅表現咧，又唔係話真係去到好好，甚至其實你揀到出嚟都唔覺得佢係 carry 緊個團隊啊，或者甚至呢啲團戰操作啦，包括經常喺團戰上面突然食到一啲好關鍵嘅控制技能啦，甚至佢會俾探其嘅二技顶中嘅，即系作为一个 carry 嚟讲，你好简单咁样喺个团战入边俾个二技顶中咗，其实系相当夸张嘅失误嚟嘅。咁所以就都令人担心，就阿康喺个团队定位上面系点样咧？即系因为有一局其实佢都玩过维嘉嘅，咁但系就嗰场亦都系发挥唔到太多嘅作用嘅。嗰场都鉴于佢个阵容上面就冇话太过好嘅表现，咁啊见到 DFT 呢边啊，咁啊亦都系佢哋成个夏季赛都系呢一堆嘅选手嚟做一个对决噶啦，咁啊见到 WSL 对上六六五啊，咁啊两边其实你见到个数据都非常之接近嘅，咁啊但系嚟讲咧呢两队嘅队伍比较得意啲嘅咧，就会系 MFT 嗰边咧，佢哋比较常咧都会话可能将个核心摆喺 Taco 上面。Taco 的表现反而是最影响住到底 MFT 他们有没有机会赢到一场比赛的关键。是啊，咁啊，但系琴日就即系 Taco 仔就玩咗场猪女啊，好似系。系啦，Jax 嘅，琴日應該係係啦 ，Jax 嘅。咁之前亦都玩過豬女一啲角色啦。其實佢個定位上面有慢慢改變到嘅，係啦，即係就未必下下，因為其實佢季初咧，佢哋就可能係玩海爾呢一啲嘅。咁同埋就可以值得提一提啊，就係 DWT 啊 ，Bang Two 最近揾到個版本答案啊，屬於佢自己嘅，就係薩密拉啊。因為其實呢個版本我覺得其實有少少對佢不利嘅，因為其實都幾講求下路本身對線，譬如老西恩，譬如 Kalista 啦。咁但係 Bang Two 本身對線都唔叻嘅，你見到上季可能都係玩 Israel， 咁玩 Jinx 咧，佢又 carry 唔到佢嘅隊友，反而玩薩密拉啊，兩場咧其實都係玩得相當之好啊，同埋贏嗰兩場咧都係玩薩密拉，咁所以就可能啊，即係 DWT 嘅版本答案咧就係薩密拉，係啊，我覺得要 ban 噶，因為 ban two 咧，因為 DWT 兩場贏都係玩薩密拉，咁我覺得一定關事啊，唔會咁啱嘅，你冇理由贏兩場用薩密拉咧，同只薩密拉完全冇關係，好難嘅。咁啊，呢边 ban 咗萨密拉纳尔啦，咁亦都 ban 咗呢个船长。始终嚟讲，同埋 DWT 我哋都讲过 ，Shout Two 佢嘅船长其实发挥都好亮眼啦。咁喺两个中上两边都可以用嘅情况下，呢一个错位角色嘅选择 ban 咗佢。咁啊 ，DWT 封锁咗呢一个塞纳斯沙皇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克里斯坦。咁啊 ，MFT 就选择先抢咗呢一个嘅哲利啊。
琴日提過下啦，就係、是、MFT 而家目前最大問題就係你唔知邊個肥得起之後可以有能力 carry 場 game， 因為佢哋 Taco 試過啦，阿康玩沙皇試過啦，都唔 work。咁今日咧就到小瓊魚試一試啦，即係揾咗最 carry 嗰陣出嚟先，你大腿都揾唔到咧，就唔使講贏 game 嘅。咁今場咧，接力啊，小瓊魚啊，今日有責任將呢場 game 係帶走。咁同埋因為打 DWT 啊，個遊戲時間嚟講啦，通常會偏慢少少嘅。雖然就 DWT 咧，其實有個數據就係佢哋係十支隊伍入邊咧 end game 最快嘅，但係因為佢哋输得快一招，但系佢哋赢嗰啲 game 咧，其实时间上系偏慢嘅，系啦，咁所以就对佢哋嚟讲最好嘅方法就系打慢少少。咁你见到 DFT 都系啦，病夫今日冇咗萨马拉咧，亦都系愿意同你打慢啦，直接系 AD 掹一只比较偏向发育嘅艾菲利欧啊。咁啊，攞咗只比较后期啲艾菲利欧对上呢个哲尼都系比较后期啲 ，MFT 呢边似乎就选择双 C 位都摆去大后期啦。咁啊，拣下咗呢一个嘅副旗啊，咁啊，似乎系。都好肯定要将个游戏节奏拉到非常之慢。系啊，咁但系而家就好少话三线一齐发育嘅，咁意味住其实呢度好有机会 MFT 上路要揀斗士。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 MFT 最舒服嘅，因为其实 Taco 的确玩啲斗士啦，无论系 Jax 啦，或者系即系一啲前期嘅角色啦，其实佢会玩得比较顺手啲啊，我觉得系啊，咁啊，所以就甚至其实佢用个达瑞斯啦，春季，咁所以就我觉得呢度几适合啊，即系中下路揀一个嘅比较长时间嘅一个发育。选角，然后 Taco 就玩翻一只前中期可能对线上面凶悍啲嘅，可能会系而家 MFT 选角上面最优解啊。但系呢个位置拣下咗维尔哥，咁啊变相可能要补翻啲比较控制啲嘅角色，有机会可能话上路呢边 Taco 可能真系要玩翻猪女啊，又或者可能系酒桶呢一类型比较属于坦型啲嘅角色啊。咁啊，另外 DWT 最后补上咗一个立特老师啊，咁啊补咗个开战点位，咁啊睇下后续落去要点拣，因为其实呢个位置应该就会想封锁对面嘅辅助位置嘅。维尔哥一般是配硬辅助的，咁有两只啦，布朗姆牛佢系特别好嘅，咁喺个夹维尔哥嘅情况，因为你需要开字，其实牛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咁所以咧 DFT 点解呢度会拣咗纳特老师？因为其实纳特老师用牛咧就系、是、Sari 配得好之余，亦都好好夹维尔哥嘅，咁所以呢度抢咗纳特老师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啊，咁所以其实 DFT 第二只好有机会封锁牛啊，呢、這个会系比较好嘅选择嚟，我自己觉得。咁啊中路啊拣咗封锁纳布朗咯，咁啊主要就睇下佢觉得边只。好对嘅啫，系啦，咁啊，富奇就希望前面越稳阵就越好嘅，系啦，牛咯，好合理啦，基本上都冇第二个选择噶啦。咁啊 ，MFT 呢边要拣硬辅，或者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就系上路后斗士下路硬辅嘅。咁但系而家最开得战嗰三只嘅硬辅助都冇咗，咁所以可能如果呢度 MFT 如果 Taco 最后可能真系要拣猪女，好似你啱啱咁讲，或者恶意嘅话啦，咁其实我觉得 DWT 第二轮呢个 ban 已经算系相当成功嘅。嗯，冇错，咁啊，亦都令到 MFT 去。个阵容受限咗非常之多啦，咁啊见到 DWT 呢边拣下咗呢一个嘅塔利亚，咁啊似乎应该会摆翻喺中路位置俾 Shadow 去尝试去做翻啲比较支援性嘅角色出嚟啊，咁啊睇下会对对手有啲乜嘢嘅，因为其实塔利亚呢一只角色咧喺中路嚟讲咧都几压制住富奇，因为富奇原本推兵线唔系特别快，咁亦都唔系话支援非常快嘅角色啊，咁啊呢边嚟讲似乎就避开咗啦，咁选择咗用一个塔利亚。推线快，支援亦都比较快的角色嚟尝试同佢避开中路，直接做一个对决啊！两拿都唔错啊，即系功能上同牛系类似嘅，系啦，咁啊系咯，即系啱啱讲过啦，上路系一啲斗士啦，support 系两拿咧，应该系最好嘅状态。咁我觉得即系 MFT 就真系睇下边系顺手啦，因为其实佢一定要食 counter 嘅，同埋 DFT 呢度好吊诡嘅地方就系因为佢波比可以走上路，咁即系塔利亚其实可以走 jungle 嘅，咁所以其实 DW 即系 MFT 而家嗰个。concept 就係其實佢根本唔知道對面會點樣擺嗰啲人，咁所以其實佢只係假隻佢最有信心就係、是，我搬出嚟對線而冇明顯 counter 角色，咁呢個位置就魔鬥海獸為其中一隻啦，基本上打咩鬥士都係優開啦，可能辛苦少少嘅話會係牙型或者 Jax 可能佢會辛苦少少，一啲 AD 型物理型嘅。上路佢会打得舒适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打坦啊，譬如打波比呢一种啊，咁其实即系波头海沙系舒服嘅。嗯，咁啊呢边嚟讲就选择拣咗关嚟对呢个波头海沙，似乎就都觉得尽量拖到后期啦，因为其实你见到佢哋嗰边嚟讲，真系话去到大后期嘅伤害，似乎就净系得阿菲利欧嘅啫。咁保障咗关，补翻后续嘅。
团战伤害啦，咁睇下有冇机会话真系拖到后期，真系话打起上嚟都仲有关可以补起。因为其实呢个版本上嚟讲，你基本上通常咧都会一个阵入面有两只发育嘅角色嘅。通常就我哋多数见到 AD 或者中路或者 AD 加上路咁样嘅。咁关呢一只角色其中一只啦，另外一只就可能会系船长喺上路啦。咁喺冇咗船长嘅情况下，咁佢哋就拣咗关啦。咁啊睇下佢哋有冇办法话真系去到关要有伤害出到嚟打起团战可以 carry 得起嘅时间咧。这一样嘢系相对上个时间比较长嘅，咁今场嚟讲，你见到两边揀嘅角色咧，我谂分胜负嘅时间点位随时都接近30分钟噶啦。我几中意 MFT 成个曲线啊，即系佢嘅成长曲线。我讲紧呢个战队，我唔系讲佢嘅船角，而系因为佢，我觉得 D 上岸之后咧，佢最好嘅就系佢愿意尝试唔同嘅阵容，同埋佢尝试揾紧队伍嘅答案。因为上中下路都试过咯，同埋我觉得如果咁样揀嘅话，依家应该系 MFT 最好嘅状态，就系、是、下路系强势线嚟嘅。中路唔好揀沙皇，上路系斗士，咁然后我觉得 MFT 已经好舒服噶啦，即系佢起码揾到就系、是，我后期两个 carry 一切 carry 个队伍，然后上路可以发挥到佢嘅对线优势，咁呢个就系 MFT 最好嘅状态嚟，咁所以我觉得阵容上面好切入佢队伍嘅嗰个风格啦。咁 DFT 琴日要特别提一提就系佢哋最近咧一啲小组沟通好咗嘅，包括就系中上野联动嘅配合啦，佢哋做得好咗，尤其是上野系尤其明显嘅，琴日佢哋点样配合住，点样捉 YSKM 嗰一波就尤其明显啦，见到其实成个进步就系喺啲小组配合上面嘅，咁同埋就佢哋团战最近都进步咗，咁所以其实DFT 个进步都几显著嘅。因为上季佢比较多人诟病就系话，似乎佢哋嗰啲沟通好切割嘅，成日都话，佢哋中意自己倾，咁然后嗰三个人自己倾，咁然之后啲嘢就做嘢做得好分割嘅。但系佢哋最近其实就一体咗嘅，咁所以就单睇呢个阵容啊，Shelto 其实都系比较偏向，我觉得佢系比较偏向功能型嘅中路嚟嘅，咁所以呢度揀一只嘅塔利亚啦，去支援翻边线啦，去令到关啦，甚至可能受压嘅下路线啦，去做一啲支援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冇错，咁啊，睇下到底今场有冇办法话帮到，因为其实塔利亚同埋波比呢个位置啦，将会系最关键嘅地方，有冇办法帮助成个 DWT 挨过成个前期啊？因为其实我哋都讲过佢哋。下路同埋上路两条边线都系需要发育嘅，咁啊，始终都系一条比较劣势啲嘅线咧。有冇办法话可以靠住塔利亚嘅支援同埋波比嘅支援咯，可以帮助到佢哋撑到去佢哋发育得起咧？将会系 DWT 今场最大嘅任务啊！系啊，可能呢边要再发育下啦。咁啊，都唔紧要啊，因为其实两边都系一啲比较慢嘅队伍啦，啱啱讲过啦。咁但系就今日Tucker 要小心啊，玩魔斗海撒固然之就系线上要系打得相当之恶啦。咁喺呢个亦都意味住就系佢好有机会俾人惊嘅，因为就六咧之前其实魔斗海撒好脆弱嘅，基本上你上到去啦，如果条线稍微长少少，譬如你压得好前嘅话就死紧噶啦。咁同埋因为今场 Tucker 亦都系个杀心非常之浓厚啦，佢闪现啦、鬼步嗰啲全部冇打。因为其实魔斗海撒个选择好多嘅，喺上路嘅 spell 上面，鬼步、闪现、点燃都可以带嘅，咁同关个上性好类似。咁但系你因为都要压线噶啦，咁同埋打关，我觉得又唔算话特别难打。咁所以就真系睇下波比今场啦，会唔会就复制翻佢哋琴日赢 FAK 嘅套路，就系、是、不断照顾上路，令到 Taco 冇办法喺后期发挥到作用啊。因为其实始终你个魔斗海撒，只要喺后期做唔到任何嘅作用咧，其实佢就真系纯粹。一个拖一嚟入黑房嘅一嚿肉咯，基本上唔会话影响到啲乜嘢啊。睇团战，纯粹令到你打少一个咯，但系自己都打少一个咁嘅情况。咁所以就睇下会唔会咁样针对佢啦。咁啊，始终嚟讲，你话帮助到关啦，因为其实你话关肥起咗啦，喺后面嘅伤害绝对非常之爆炸噶啦。你话俾佢拉咗入去黑房，佢都好快剪咗成个魔斗，剪碎咗出翻嚟再打过啦咪。咁所以嚟讲，到底会唔会咁样做，就睇下佢哋嘅谂法。整个套路会不会真的可以重复翻寻日对上 YSKM 咁样啦？其实魔斗海撒最惨咧就系佢捉你入黑房啦，咁然后佢唔够打，即系佢自己唔够打，俾你打翻出嚟，因为佢冇即系佢冇理由放翻你出嚟噶嘛，咁佢又唯有牺牲。佢想放翻你出嚟都冇得放。系啦，即系咁，所以就好辛苦啊！咁样嘅话，即系所以其实一旦咧，即系前面我谂惊都未必使多，即系可能我杀多你一次咧，我断咗你节奏，其实我已经过得好舒服啦。因为其实魔斗本身就系一只，其实佢有一个强势期喺中间，大概系第二到第三件装之间佢系最强嘅。但系一旦过咗个时间咧，一旦一全部人出到第四件装咧，佢就会通常佢大嘅一个人啦，然后佢唔够打，然后慢慢佢可以拣嘅嘢就越嚟越少，即系可能一开波可以
運後排啦，但可能後尾佢就可能淨係運波比，可能淨係可以運 support， 咁其實佢就已經係冇乜選擇啦。塔利亞因為有推線嘅優勢啦，同埋波比過到嚟，咁啊逼咗維爾哥嘅閃現出嚟喎。系啊，似乎真系有攞到塔利亚出嚟个表现啦。咁啊 ，WSL 头先讲话佢系一个打野咧，系一个要非常凶狠嘅人嚟嘅。佢个风格就系要不断咁入野，俾到压力你。咁喺呢边嚟讲 ，Shell Two 佢玩呢一个塔利亚可以有推荐优势帮到你嘅情况下，似乎就唔错啊一个表现。咁啊，睇翻呢边嚟讲，哇，俾呢一个嘅摩特海萨追住嚟。打咁啊，比較可惜嘅就係話佢個力場似乎開得慢咗少少啦，俾摩特海薩拉翻轉頭啊！好靚啊，同埋用個二技去擋咗個鉸箭啦。咁啊 ，Taco 對線我不嬲唔擔心噶啦，因為就算佢對住啲一線嘅一啲上單，譬如係 Hanabi 嗰啲咧，其實佢都唔會話落下風啊。的確係一個團隊上面相當值得依賴嘅選手，甚至其實有幾場甚至佢話可以啦，季初。其實都係相當之 carry 嘅，即係能夠好安穩咁龍到十六叻嘅，咁但係好可惜就真係隊友可能喺溝通上面唔爭氣啦，導致嗰場佢就十六叻咗，但係佢就冇任何可以打到團嘅機會啊！咁但係佢個人實力啦就唔需要太過質疑啊！咁啱啱嗰波護住亦都打得相當之好啦，咁 Enhow 搶咗前草噶啦，咁睇下呢一個位拉唔拉啊？咁拉咗，哇！面出嚟搶換咗噶啦，定唔定到咧？咁但係就定唔到啊！咁啊，最後一下定咗咁啊，但係亦都係逼到 Isu 交閃啊，同埋就逼住推緊入嚟嘅，咁但係就。Jungle 唔得行落嚟帮你，因为就仲靠紧上野，咁呢个位咧可能就要受压一阵啦，真系。咁啊呢边嚟讲，特别系维尔哥头先俾人逼咗个闪啊，咁啊就算帮得到你，都未必话真系做到太多嘢，因为其实维尔哥早期你话真系要有啲表现出嚟咧，好多时候都系要靠佢个 W 闪嘅。咁但系咧今场嚟讲就。咁早交咗个闪嘅情况下，似乎就尴尬少少啦，难做嘢少少啦。咁所以嚟讲，最多最多都系落嚟交条帽啦，尝试同对手讲我喺度啦，你唔好咁嚣张咁啦。诶，同埋就换咗机会俾下路回补啦，因为就已经对输咗，同埋 Isu 个状态好差啦，咁所以就一定要Jungle 讲落嚟嘅。咁但系都影响唔大嘅，坦白讲，因为就啱啱六五讲落嚟嘅嗰瞬间，其实野区系全清嘅。其实佢中间系冇咩太大损失啊，咁就五分几钟噶啦，咁就嚟喺一个控龙嘅阶段啦，咁啊暂时嚟讲就 DWT 下路其实系领先住少少嘅喺个对线上面，哎呢边又俾人拉中，咁啊大技开埋啦，直接运咗黑房，咁睇下呢个位点样打啦，偷球仔要跳技，关键冇中到，但系普通三下咧会开呢个嘅被动啊，所以呢边咧佢哋其实亦都系唔够打噶。因为前面就真系即系摩斗海杀嗰个对线啊，相当可怕。咁但系呢个位赶就赶走咗啦。咁但系兵数仍然系落后紧嘅。咁所以睇下就能唔能够追得翻 DFT， 要控制下方噶啦。因为就其实佢哋推线推得好狠啊，条下路咁同埋都系把握咗对方回补嘅嗰个时间差啦，去开翻呢条小龙啊。咁啊控制咗第一条龙啊。嗯，咁同埋头先最主要啊。原因是關佢冇磨，咁啊基本上一定冇得回頭同你打，但睇翻呢邊，哎呀彈得起，仲要自己再交翻個揼去後面啊，咁啊成個地板俾佢踩曬咁滯啊，哇！所以地表咁多塊都踩曬啦，呢一樣亦都係紅兒去比較大少少嘅問題，因為如果你話呢波如果喺團戰度嘅話咧，我相信其實直接踩死自己嘅啦，踩曬咁多格碎料地表嘅話咧，都唔死都得翻半格血咁樣嘅啦。咁所以呢一啲咧將會係阿康翠可能要學下嘅地方，哇！又彈中，跟住又再踩曬，其實好傷嘅。如果你話真係喺對線嚟講，再彈多幾次咁樣。是啊，即是他吃的有点密啦，但是这个可以说是中路的基本功来的，即是对线基本上一些比较难中的技能啦，其实正常如果你说直接的中路啦，其实基本上接近是不会中的这些技能，即是譬如翻墙这些都算是比较易避的一些技能来的。咁但係就好可惜啊！即係就真係見到阿康嘅基本功咧係爭咁少少啊，導致就 MFT 其實一路就算你話邊線打得算係唔錯啦，但仍然咧個隊伍都係突破唔到個勝場啊，甚至其實今場都係啦 DWT 中下路都係壓得相當勁噶，甚至喺控圖上面啦 WSL 都係有領先嘅。咁其實就暫時啦 DWT 個節奏係掌握得相當之唔錯。其实你见到好明显佢个压力好大，佢第一件装要出吸魔剑。其实之前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副骑出到吸魔剑咧都好拖装，咁所以嚟讲佢要专登嘥一个位啦，要嘥千几蚊去买个吸魔剑嚟讲咧，其实拖咗佢成个经济发成个经济啊咁样嘅。咁所以嚟讲佢系成个发育都向后咗非常之多。咁所以呢一样嘢可能会系令到 MFT 成个阵容成型都推迟咗啊，好多呢一个地图经济要放嘅其中一个原因啊。
係啊，尤其就呢個陣容雖然就話比較後期啦，就一般嚟講就唔介意出級波劍嘅。咁但係問題就是因為而家 DFT 已經確保咗攞到第一條小龍，而且亦都係相當準時，六分鐘已經係開氣咗。咁即係最快其實佢哋22、23分鐘咧就已經可以四龍雲嘅啦。咁如果你話呢個位出級波劍咧，影響就會變得好大啦。咁中間睇下就接唔接到個龍雲啦，因為就感覺上而家就成個節奏喺 DFT 身上，咁同埋就因為塔利奥强势其实在20分钟上下都仲系有喺度嘅，所以到时其实如果你话富奇咁样用吸魔剑拖拖装嘅话，未必四龙云嗰一下啦，未必 NFT 咧会接到团嘅，咁就可能啦要做一啲比较进取啲嘅举动，就系可能前面组织一啲进攻，睇下可唔可以 pot 走到WSL 或者 Shelter 嘅血量，令到就系佢哋可以喺人数优势底下攞到呢条小龙啊。咁但系其实WSL 玩波比。其实就好难话真系可以赶得走佢嘅，甚至可能佢有个主动权用大锤波走你都仲得，反而佢系灵活过你嘅。咁所以就 MFT 呢边啊，会过得相当之辛苦啊，就系可能就因为呢把吸魔剑啦，或者系个龙魂上面嘅落后啊。冇错，咁啊，见到连预示者都放埋俾 DWT 嗰边，咁 MFT 呢边个压力似乎就比较大啲，又再俾人弹中咗。佢食技个密度似乎真系有啲过分。咁啊，对线你见到其实就算佢可以喺中路线撑得到嚟讲都好，你见到其实佢会不停咁俾人压落去嘅话咧，其实个优势会渐渐输翻出去。系啊，咁啊呢度就上到平线噶，暂时都系两边啦，系互相就交火下啦，睇下佢哋会唔会接团啦。因为如果你话真系要抢小龙嘅话，我谂最有机会就系 MFT 佢需要将 Taco 掉落嚟，去打团。系啦，因为就如果你唔落嚟嘅话，因为你下路真系太过弱势，无论中下都系啦，个选角上面太过弱势。如果你话真系要打嘅话，可能就需要 Taco 系落嚟帮手啦，去断一断个龙魂嘅价值，可能会比你留喺线上啦，去做一啲对线会嚟得系会大价值啲啊。其实 MFT 呢个时间就好尴尬，你话要将魔豆拉落去嚟打团战系可以攞到龙魂嘅，但系变相俾咗时间关法咧，亦都系佢哋。哇！哎呀，这个位置好聪明啊，这个位置也是因为基本上传送一定会在建筑的后面。Shelter 也很清楚这件事，所以刚刚康仔就落地 burn 了 TV 不特置，也要直接搞闪一个翻墙影在个地方等着他。是的，那直接这样很简单很轻松就逼了两个 spell。咁啊，真系即系阿康嗰个对线就真系开始俾人放大得好紧要添，我觉得直头系即系以往即系上几场都冇去到咁严重啊。咁但系今场就明显见到就落差啲大，同埋 Shelter 都唔系咩一线嘅中路，但系已经系对得相当辛苦。如果你话面对哇，但系睇翻啲位置先，呢边过咗场，咁啊呢边嚟讲系咁追住嚟打噶啦。后面队友有冇机会赶得切过嚟？一个闪面想拉啊，咁啊但系拉唔中。咁啊，呢边嚟讲就运用咗接力个穿墙啦，咁啊尝试想捉一波嘅，咁但系见到伤害非常之高啊，差啲击杀到，但可惜都系缺乏咗控制，因为始终嚟讲维尔哥同埋刘娜啦，冇技能跟进到上嚟帮助到你控制得到佢嘅情况下，就俾得走得到啊。同埋佢哋做到啦，即系啱啱讲过，如果你话要控龙魂嘅话咧，你要做嘅嘢咧，唔系喺开龙嗰瞬间先做嘅，而系喺前面谂办法扑走人。咁然后佢哋真系揾到个机会啦，将 Bang Two 嘅技能嘅扑走，将佢状态扑走，而控制到呢一个嘅龙魂啊。咁所以就打相当之好嘅呢一个 play， 亦都对于 MFT 嚟讲系相当难嘅，因为其实以往佢哋嘅 gameplay 咧系比较温和少少嘅。即系如果你话呢个位置我觉得要放咧，咁我就放俾你啦，我前面唔会做任何嘅尝试挣扎噶啦。因为呢啲 play 有个好处啊，就系我就算失败咗。我最壞最壞的情況應該都是跟我原本一樣嘅啫，最多我都是讓第二條龍俾你。其實我嘗試是冇損失嘅，所以呢一波佢就成功咗啦。咁成功咗嘅話就爭好遠啦，呢邊斷咗龍魂啦，咁意味住就係首先啦，吸魔劍個問題啦會變得冇咁麻煩，係啦。咁另外就係成個 game 咧都可以拖得再耐少，呢邊正咧係大幾粒住咗啦。呢边四残，但系个盾就冇挡到，咁但系一下普攻两下普攻咧，都打到极惨噶啦。呢边反而都近嚟咧要交三技去撤退啊，咁但系中力都放咗预示者，四分钟时间直接将两层塔皮撞落嚟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 A 多一下啦，因为就三层塔皮争少少嘅啫，但系就争翻分零钟时间啊，睇下会唔会就组织多波中路啦 ，A 多一下塔咧，个经济起码多咗百零蚊啊。咁啊呢边嚟讲，我相信其实都有机会，因为其实你讲好几次都好啦，塔利亚佢个推前太过快，呢边嚟讲想选择入嚟呢个野区啊，咁啊但系就逼到冇办法让呢一个南美飞机，咁啊呢边嚟讲睇下会唔会中啊，哎呀真系中啊，有啲危险啊，拉中埋噶啦，后续带住加埋落嚟顶埋过嚟，直接撞墙攞下咗呢一个 first blood 啊！
咁呢个位置最快应该系推线啦。咁啊，因为中路先啱嗰个啦，就塔皮个价值好大啦。咁所以呢边就既然中路死咗一定系劲嚼啦。同埋就因为啱啱康仔亦都系交咗个 TP 上中路啊，咁所以意味住呢一波咧，佢只能够眼白白睇住啦，自己个塔皮佢冇咗。咁但系呢度要赞赞啊，萧晴月反应相当之快，见到中路个塔皮保唔住啦，下路都尝试做一波嘅交换。咁但系纳帝老师其实兜紧底噶啦，滚你！但系上路哇，突然个状态争好远喎，咁啊呢边冇得拣啦，要回补。喂 A 咗下，都唔紧要，呢度小兵都帮到手嘅，系啦，同埋就因为十四分钟啦，咁所以佢可能就判断上面佢觉得赶唔切落第二层，咁所以就决定就反而就做一波回补。冇错，咁啊关咧佢嚟到呢一个时间点，基本上都仲未够呢一个嘅魔豆海杀打关咧，其实佢好需要系起码三件到四件左右啦嘅装备，先至会同纳币老师可能打得赢佢啊咁样嘅。因为其实纳币老师喺单打单上嚟讲，头先你讲过有两到三件装左右系佢最犀利嘅时间，咁所以嚟讲就要睇下有冇办法挨得到去到咁后期俾关打得赢啦。魔豆海杀啦，咁到时候魔豆海杀基本上就好难处理嘅啦，因为头先我哋讲过话佢可能最初仲可以拉到后排，但去到后面嘅话就拉波比啊，其实个影响力就会低到基本上处理唔到噶啦，佢拉边只入去边只就同佢硬打咯，秒佢咯咁样。系啊，因为其实去到大后期咧，因为其实魔豆海杀咧有个关键就系佢拉入黑房得一个条件嘅啫，就系佢觉得 one on one 起码有得打先。咁但系后面因为佢个成长慢慢会同人黄金交叉啦，对面咁佢只能够开始就会拉啲冇伤害嘅角色入去，咁所以开始就会系波比啦。咁然后波比都开始唔够打，你就会开始拉 support 噶啦。系啦，即系嗰啲咩啊，恰细路咁啊，即系好似你去公园恰细路咁啊，系啊，即系我就捉你最唔好打一个啦，就即系自我满足嚟，系啦，出咗嚟嗰个发现，哎呀唔够打嘅，系啦唔够打，咁你呢边拉咗啊，前面就开咗个团战啦，但系见到前面可能自己俾人秒咗，后面咧亦都系交咗个闪啊，见到呢条仔脱离咗战场，但系呢度火心姐开咗噶啦，系咁变身噶啦，前面差唔多好多个再变身，光芒刀都佢哋嘅人头攞到变成关噶啦，前面仲追唔追到咧？咁但系追唔到，咁但系唔紧要啦，呢度两个头落咗曾导嘅袋啦，中路阿康仔亦都系通过呢一段执到一个人头啊，咁啊即刻嚟到三比一。下路亦都反应好快，他个仔即刻落去转线啦，务求将下路线啦尝试推进啊。咁啊，金波见到啦，呢边尝试想开战啦。咁啊，但系后续你见到其实呢一个阿菲流嘅伤害未算好足够嘅，你见到其实个伤害完全唔够嘅。咁关亦都冇足够装备情况下咧，都冇太过多嘅伤害打到出嚟嘅。咁啊，只可以靠住自己嘅神马装咧，不断咁尝试吸血撑住嘅啫。咁但系咧喺最后咧，你见我伤害点都唔够嘅情况下啦，咁啊明显两边个伤害差距差太多，始终哲理嚟讲咧，喺而家呢个版本咧，你见到佢有足够嘅爆击嘅话咧，其实佢都可以打到好大量嘅伤害出嚟噶啦。咁再加上前期伤害已经足够嘅维尔哥同埋呢一个嘅魔豆海杀啦，咁所以嚟讲，你见好明显见到个团战个伤害咧系差得非常之多嘅。我哋叫 MFT 净系得雷欧娜残血，仲要未死嘅，成功拉得向后嘅，但系其他人近乎全部满血嘅状态向前啦，咁啊 DWP 就输咗呢波回战啦。系，同埋打扎康之地真系太犀利啦，因为其实佢所有嘅技能都系为扎康而设，尤其是佢个二技嘅嗰个雷石炮啦，更加系相当之痛啦。咁亦都系被誉为就系哲利成个英雄入面最 broken 嘅一招，反而就系佢招二技扑，因为佢扑个伤害真系太痛，即系即使推咗，佢而家改咗可以有暴击之后咧，个伤害实在太过高。系啊，因为你一路上 AP， 一路上 AD 装啦，但系你个扑技系一路向上提升紧，其实呢个对于一个 AD 嚟讲都算系几唔平衡嘅一个技能嚟啊。但呢度 DFT 咧就做翻个交换，将下路嘅海亚斯科技龙啦就带到上手。咁睇个仔咧，其实下路塔就推咗啦，因为其实见到关有相当长嘅一段时间就冇落下路线支援。咁到而家就几意外啊！呢个团战其实比我想中嚟一早嘅，因为其实我就唔系好觉得佢个阵容上面而家打天辉够 DFT 打。咁但系 DFT 正正就系因为一开波俾人捉咗先手嘅，咁然后亦都 MVC 反应好快啦，全部 all in 咗一个人度，亦都令到龙能够变到身。咁就係亦都係 DFT 最唔想見到嘅畫面啦。呢個亦都係維爾哥呢個角色啦，最常要表現到嘅情況。但係睇翻呢個位置，呢用牆封住咗啦，撞咗埋去，直接秒咗呢個 Echo 啊！咁啊，開始揾翻自己要嘅節奏。因為嚟講，你玩塔利亞同埋波比呢個組合，就係要做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封牆，間開對手，令到自己因為塔利亞嗰埲牆其實撞埋去都係會暈嘅。咁所以令到对手出意不意，你以为中路好安全啊？冇乜墙俾我撞，我起一泵嚟撞。系啊，咁啊，亦都系打伤咗好啦，间走咗对手啊。咁啊，两条龙对一条龙啊，三 K 嘅差距。咁啊，而家会系比较慢少少啦个节奏，因为就
暫時咧就兩邊嘅陣容都開唔起巴龍啦。咁另外就仲有四分鐘時間啦，蝦條龍先出。咁啊，對於 MFT 係舒服啲啊，因為畢竟佢哋後期咧，可能佢哋唯一要擔心嘅咧就係關嘅推線。咁但係其實如果 MFT 配線配得好嘅話咧，佢唔一定要用魔豆嚟對。佢可能可以用飛機啦，可能就係副旗，可能清線為主啦，即係你推波兵嚟到 ，OK， 有兩下炮彈，然後就清翻線，我就可以，因為中路都係大 TP， 咁所以其實嗰個分推壓力又未去到相中咁大嘅，咁所以就 MFT 的確其實喺後期啦，會係比較偏向多選擇啊，同埋後期嘅陣容的確打雙核咧個威力係相當之大，咁而 DFT 打團可能就真係要單足啦。即係睇下立體老師會喺啲暗位，譬如喺巴龍小龍兩邊嘅細草先行勾到，然後就俾波比即刻做一個控制，咁然後再一波爆發去追射一個。咁但係就當然相比起對方一個傳統嘅團戰陣容，會比較難去實現呢件事啦。又或者睇下有冇機會見到塔利亞，可能喺比較遠嘅位置啊，開起佢嘅偏積者之牆啊，做咗一個多打少嘅情況出嚟啊。咁啊，頭先見到波比就嘗試想用個大絕睇下逼走人咁啊，嘗試想。攞呢一個防止定攞塔啦，睇翻呢個位置先，呢邊俾人拉中咗啊，咁啊上咗去啦，所以地表哎捉咗入黑房啊，呢邊捉咗波比啊，咁啊波比自己一個喺入面喺度同佢做一個對峙，劉柳帶住中咗三個人噶，後續落去呢個團戰會打成點咧？我哋叫呢個戰力已經收下咗呢個立體老師嘅人頭，後續落去波比都撐唔住啦。塔利亞隔住縫牆不斷喺度掟石仔，但係真係純粹掟石仔啫，完全掟唔死任何人。咁關亦都冇辦法捱得住嘅情況下，阿菲利歐喺比較遠嘅位置都俾人擊殺埋，咁啊淨係得翻塔利亞一個喺隔離縫牆度不斷咁用 Q 技做個 pop， 但係其實你見到好明顯個傷害漸漸地開始唔係好足夠噶啦。哇！呢、這個位其實 Taco 打得好好，因為其實佢好果斷將波比收咗入佢個黑房入邊啦。咁同埋就DFT 反應好快啊，即刻係間走對方，希望就對方唔可以入到黑房。嘅附近範圍啦，睇一睇呢一波啊，一開波就係 WSL 想捉嘅，咁但係咧佢一出到嚟咧，發覺個角度唔啱，跟住佢縮翻入去喎，係啦，咁然後撞唔到咧，縮翻入去咧，俾人捉咗黑房，咁但係呢個位我想讚一讚就係 Taco 最尾三技嗰個運用啊，你睇下佢三技嗰瞬間啊，啱啱好一拉完咧，波比出咗嚟，咁然後佢就即刻所有隊友可以集火落去波比身上啦。即係嗰個拉係臨黑房完之前佢出嘅，咁然後一拉到出嚟即刻現形，咁然後所有人就可以即刻集火曬落去啦。咁然後殺到波比之後咧，就即刻五打四，咁然後維哥就可以變身啦，裏面即刻係搞花樣啦。咁然後就清咗呢一波團戰，同埋繼續都係啊團戰選擇仍然都係擲行。咁啱啱講個擲行啦 ，MFT 嘅威力一定係大啲嘅。佢哋喺角色上面打擲行實在太舒服，魔鬥海殺啦、哲利、富奇全部打擲行都好叻。咁所以就連續兩波啊 ，MFT 喺地形上面運用啦，都係相當之靚，完全係一啲自己好優勢。嘅团战环境嚟嘅，冇错，罗娜仲要好轻松咁个大绝直接大中三个人啦，咁基本上大中咗三个人嗰一下 ，DWT 就已经宣布个团战可以放弃噶啦，基本上打唔到噶啦，因为嗰个位置扎罕实在太过好打啦，咁啊咁样嘅情况下，俾 MFT 攞下咗咁多人头数嚟到7-2啊，但系好明显你见到成个游戏进程都冇话真系去到好快，你见到而家嚟讲都真系净系打咗两波团战，但系都冇话真系影响到成个胜。嚟到呢一刻，你見到，縱使贏咗兩波團戰都好 ，MSG 都冇話已經可能去到攞到二塔咁樣嘅情況嘅。係啊，呢兩隊可能後續要學習嘅咧，就係個 end game 嘅速度啊，尤其是 MFT， 當然係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好啊，因為啱講過就係佢哋起碼解決咗 banping 問題先，佢哋揾到最舒服嘅團隊狀態啦，就係呢一種雙核加鬥士嘅打法啦。咁亦都係你見到佢哋好了解呢種陣容點樣打嘅，你見到佢哋揀嘅團戰時機啊，點樣去搶翻龍雲嘅控制權啊，我覺得佢哋係掌握得幾好嘅，所以就可能MFT 啊，暫時最簡單嘅方法應該每一場嘅 banping 會類似咁嘅 format 去進行啦，會係佢哋最有機會贏到 game 嘅一個速度嘅時間啦，然後再熟練下點樣 end game end 得快啲，因為畢竟呢一場佢哋前面其實的確有少少劣勢嘅，咁所以可能就佢哋推塔咧會係相對比較慢少少，但係起碼唔緊要啦。經濟係拉好遠嘅，已經嚟到5K 噶啦。不過可惜嘅就係你見到佢哋另外一邊 DWT 佢哋咧揀下咗塔利亞啦，你見唔到話佢有好多運用到塔利亞個編織者之長嘅機會。因為其實塔利亞最犀利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喺好遠嘅距離開縫牆出嚟間開你又好，定係純粹過嚟做支援都好。塔利亞係一隻好容易令到對手錯判形勢嘅角色，但係佢冇用到呢一個優勢，咁啊結果就令到好似揀咗出嚟又唔係好知做咗啲乜嘢咁樣，反而淨係靠住對線
運用對手嘅失誤啊，壓少少咁樣推兵線推得贏，佢令到佢冇得走，但係自己又做唔到啲咩情況下，就令到 DWP 似乎個表現越嚟越差。但係你位置先，誒、哎、彈咗埋你㗎啦，但係呢邊一彈入嚟嗰個係塔尼，係雷歐娜嚟嘅，咁啊即刻選擇拉翻開啦，費事俾佢開到。系啊，的确系啊，即系DFT 尤其是就因为啱啱边线嚟讲，其实换血比较多啲。咁其实换血一多嘅话，其实对于塔利亚发挥空间都会多啲，因为残血先会有机会啦。可以做到击杀咁样。系啊，同埋就其实一线中路咧，其实同呢啲所谓嘅即系比较二三线嘅中路咧，其实最大分别反而唔系对线嘅技巧上面好多事，反而就系佢哋究竟跑线嗰个密度同埋判断形势嗰个嘅时机。咁好明显你见到就系 Shelto 就尤其是因为佢啱啱讲真中路攞好多优势，你每次翻墙都中。咁其实对方已经系冇办法企喺度同你对线，你已经系可以好自由咁跑线啦。但系佢系一啲尝试都冇做过，佢唯一一次开场咧，反而就系所有人嚟中路啦。因为佢系揾到个机会咧，就捉住咗对方嘅 support。僅此一次嘅啫，但就唔係自己跑去邊線嘅。包括你見到其實啱啱對線啦，上路其實都好多次殘血啦 ，Taco。咁然後下路都係就好多波嘅換血啦，但係 Shelto 都係冇把握到。咁呢個位係比較可惜啲啊，因為琴日先贊完佢就係啲小組配合做得好咗啦。咁但係今日佢哋就打唔翻佢哋琴日打 FAK 嘅嗰個前期嘅上限出嚟。嗯，呢、這、一個亦都係 Shelto 佢需要學習嘅地方，因為其實 Shelto 佢。角色多數都是要人哋支援佢，咁睇翻呢邊編輯嘅資場開咗出嚟，但係其實冇封到任何人嘅，只係純粹趕出嚟做一個支援咁樣啫。咁啊，頭先講到話，其實尋日咧，你見到 Shelto 攞嘅角色咧都係嘅，佢揀船長要人哋支援佢，唔係佢支援人哋。睇翻呢邊拉中咗噶啦，但係直接交咗個閃電閃翻向後啊，後續落去入咗場嘅呢一個波比同埋林大老師有冇機會走得到咧？後邊嚟到啦，富奇哥都嚟，咁啊，哲利已經收下咗林大老師嘅人頭啦，喺中間嘅波比都冇得走噶啦。咁啊，呢邊嚟講見到啦，哲利係咁收人頭啊。呢邊嚟講，呢個維爾哥上到嚟想繼續追啊，呢邊交咗個剩法拉得走啊，但係呢一個阿康嘅飛彈啊，成功一下炸死咗佢，後續簡單呢。边拖唔拖到啊？咁啊呢边应该就拖得到啦。咁啊呢边塔利亚都走唔甩啦。哎呀，最后净系得你走到，走得有啲远啊。就系得走得咁远先生存得到。咁啊，见到呢边嚟讲，富奇嘅伤痛开始出咗嚟，佢始终都已经。兩件裝、三件裝咁樣啦，兩件半到啦。咁啊，個傷痛開始嚟嘅啦，你見到咁啊，咁樣嘅情況下，佢個魔劍亦都跌好咗嘅情況下咧，令到佢個傷害出嚟咧，啲DWP開始處理唔到嘅啦。關你見到佢仲需要啲時間先有足夠嘅裝備嘅。睇翻呢个位啊，有眼嘅，本来就 DFT 系谂住先手捉啦，因为见到人哋回城啦，咁所以谂住耳朵打少呢边捉咗冇死啦，咁但系就一六五啦，系用大技去 cancel 咗 Enhawa 嘅嗰个大技嘅，咁令到其实佢第一波控制冇食到啦，反而就系自己走位过前，同埋后面 TP 个闪点好靓啊，两个 TP 直接喺后眼落地啦，令到就系 Taco 啦同埋康啦可以接到对方走位嘅空间啦，令到就系咧呢边小庆余啦可以去做一啲收割，咁啊六六五。呢、这个嘅微操作好靓喎，即系个大技 cut 咗立大老师嘅控制啊！咁啊，不过可惜咗少少，因为其实立大老师头先个拉姆拉中俾塔利亚个碎裂地表，如果唔系晕咗，应该有机会。哦，呢边中你啦，康仔！哎呀，塔利亚完全撑唔住啊，轻松俾人秒咗啊！哇，呢边嚟讲，其实波比都撑唔住啦，都直接俾呢一个变咗身嘅维尔哥六六五弹翻嚟啊！咁啊，呢边嚟讲，你死两个下路呢座内塔都撑唔住啦，仲有巴龙 puff 嘅情况下。因为嗰阵都十 K 噶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差距啦。十 K 再加埋巴龙 buff 系不断咁拱入嚟啦。咁啊两边啊，中下路不断推紧，同埋就呢个嚟其实系想上路做个交换，因为都知走唔到啦，所以就反而去上路做推线。咁啊呢度咧下路攞到水晶兵，中路应该都保唔住噶啦。咁啊仲有十零秒时间，你话要直 G 啦，难到有啲高弹啊！呢个位如果轻咗俾人捉到咧，就可能有啲机会啊。就好咗呢边摊一摊先，咁但系似乎想 G 哦，咁啊直倒门牙噶啦，先帮你一只。但系系咪仲想去呢？因为会唔会有啲鲁莽啊？呢个位仲想推嘅话，咁但系见到其实有啲痛啊，哲利添系打咗大半行血，咁就呢度拉到想开战，后面大技都系控制到 issue， 咁亦都系棍啦，将呢一个嘅Taco 啊打到咗，但系前面伤我好够，先要向前冲 double kill triple 冇问题啦，后面 quad 最后俾埋 Peter 真两枪有安全去埋，系冇去到，但系唔紧要啦，胜利到咗手啊！咁啊，恭喜啦！呢边 MFT 成功就终于一世颶风啦，前面输好多，但系面对住咧同样系下段班嘅 DFT 啦，冇问题，一个非常之漂亮嘅 quarter 桥作结，亦都喺 BMX 上面见到顺利咗好多啦。咁啊，终于都揾到佢哋啦，渴望已久嘅第四场胜利啊！
咁啊，佢哋呢场第四场胜利等咗好耐啦。不过就见到个表现嚟讲咧，仍然系可圈可点啦。特别系阿康，你见到佢中路好多次嘅失误啦。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胜利可以话系 DWT 送俾佢，因为 DWT 你见到佢对线优势塔利亚咁多次都翻得到佢翻嚟，中咗个碎裂地表之后，佢都冇话尝试去做支援，而系白白地俾你哦，好你继续龙啦。冇话真系有好多好亮眼嘅表现，可能话真系打残咗你之后，我就直接去第二条线路，帮助自己其他线路可能原本已经劣势嘅，尝试拉翻翻嚟，又或者系帮助自己打嘢揾个优势出嚟。因为其实波比加塔利亚呢一个组合，其实好耐以前已经经常都会有见到佢哋个强势，就系话，头先我哋讲过话，中路真系咁难夹咩？冇场俾你撞啦，我起梦场出嚟俾你撞咯。但系我哋完全见唔到呢一个画面。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系 DWT 佢哋自己冇把握住自己个优势，而俾 MFT 捉得到呢个机会，撑得到去到后面而攞得翻嚟嘅胜利嚟嘅。系同埋啲小嘅失误啦，譬如就系小龙一出嘅时候啦，即系就嚟出啦，病夫就喺下路线俾人捉咗啦，令到就系佢哋本身会控制嘅可能第二、第三龙啦，佢哋就冇办法去攞到啦，反而就俾 MFT 啦。拖到一個嘅時間啦，咁但係 MFT 就雖然就揾到自己嘅勝利方法啦，即係雙黑加鬥士上路嘅一個打法啦，咁但係就一啲硬實力嘅問題，包括中路啦，其實仍然係未解決到嘅，咁就可能啦後續啦要針對呢一方面去再揾，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中路個實力再提升多啲咧，其實 MFT 可能有機會，譬如同FAK 啊，或者中段班，譬如 BYG 啊呢隊咁抗衡都未定嘅，因為的確見到其實佢哋其他邊線嘅對線實力啦好足夠，咁六六五亦都揾翻個狀態啦，見到啱啱啲微操作，同埋佢亦都冇個春季嗰個經常性反野嗰個問題啊，即係而家好明顯喺打野上面前面你要捉佢失誤咧，其實就已經少咗好多一啲反蹲，其實今場都做得唔錯嘅。但係就調翻轉，你見到WSL 啦，佢就攞翻波比出嚟咧，即刻冇咗我頭先講話佢好想強勢入野個風格，因為其實佢一揀咗可能波比啊、悟空啊呢一類型啊，甚至乎係弗力貝爾呢一類型咧，我哋稱為比較工具性啲啦。佢多數都係功能性質多嘅角色啦，就冇話真係可以咁強勢話入野啊呢啲咁情況啦，就變相好似唔知做咗啲咩咁樣啦。你見到今場佢嘅畫面？基本上冇乜嘅，你话佢想尝试打地图经济，佢想用个大绝打走人，其实都见唔系好见到佢话有大绝打走人啊，跟住用咗又多打少嘅情况，其实基本上你都系见唔到嘅。咁呢一样嘢就 WSL 可能喺个角色池啊，喺个 meta 上面啊攞得出嚟嘅角色，令到佢似乎受限得比较大少少啊。系咁，同埋病 two 都系啦，即系病 two 就除咗萨马拉之外，似乎其他角色咧就未必发挥到太多嘅实力啦。咁但系当然啦，今场就碍于可能有少少就系、是、本身就系个团队上面啦，未必俾到太多嘅支援佢啦。咁你见到今场打唔到输出嘅，的确系，因为尤其是就因为今场太多团战喺窄巷啦。咁所以就根本艾菲利欧系完全发挥唔到，因为就艾菲利欧反而喺啲比较阔嘅战场会比较舒服少少啦。系啦，咁就导致其实佢喺接力即系对接力嘅对抗上面完全系冇得打啊。咁就同埋今场 DWT 继续系非常之快咁 end game 啊，俾人咁啊27分钟嘅时间，因为其实我冇记错咧，佢哋嘅平均 M 时间应该系28至29分钟嘅。咁而家就可以进一步再推前咁啊 MVP 啦，六五啦，今场的确打得相当之好啦。尤其是就系啱啱比较印象深刻就系巴隆嗰一波啦，佢用大技啦去 counter。下咗纳蒂老师嘅大忌啦，咁令到就系佢嘅队友啱啱好赶到嚟之余咧，亦都系逼到对方咧系走位太前啦，反而系俾自己嘅队友能够有一个双 TP 背后兜底，亦都成就咗小鲸鱼嘅一个发育嘅。冇错，咁呢一场六五的确系帮助佢个队伍拉到非常之耐嘅发育时间啦，令到佢哋需要发育嘅点位都发育得到啦，亦都成功帮助到小鲸鱼喺团战度会有一个比较好啲嘅发挥，因为好几次嚟讲，我哋都见到其实小鲸鱼佢打团战啦，基本上六六五帮助佢食咗好多好重要嘅人，特别纳特老师个大啊呢一啲啦，令到小鲸鱼基本上你见到团战冇话受到太多嘅控制啊，佢好轻松咁入到去开一个大绝，然之后不断咁利用佢嘅伤害嚟打到好大量嘅伤害出嚟啊，扑到好多嘅血量出嚟啊，令到佢哋团战会赢嘅。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六六五的确系帮助到小鲸鱼喺团战上嘅发挥啊。系啦，咁啊，再一次恭喜啦 ，MFT 啦，成功叫揾翻自己节奏啦，揾翻自己状态啦。咁啊，后续啦，翻到嚟啦，咁啊嚟啦，银行大战啦 ，CFO BYG 啊，亦都系细仇啊，两队即系因为喺个战绩上面咧都相当之胶着。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将会系睇一睇呢场嘅大战，睇下 CFO 咧能唔能够打破佢哋面对住 BYG 嘅宿命啊。